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8年1月5号，星期五，农历是11月19。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又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喂，你好。喂。喂。喂。你好。哎，哦，师傅你好。哎，师傅你好，弟子给您请安。谢谢。师傅，对不起，上次提的时间太长了，咱也是受累了，也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师傅，我实际上都有不出来了。人间的话太多，人间的事太多，太顾前瞻后，瞻前顾后了。听得懂吗？师父要是跟你一样这样的话，能救几个人呢？不要太客气，有时候人间的东西少一点，人家反而觉得你实实在在。讲了太多实质性问题，人家解决不了，人家也没用啊。哎呀，对不起啊，哎呀，我这时间呢，怎么的虚啊？听得懂吗？这叫虚。知道师父。实在一点，实在一点，听得懂吗？啊。对吧？讲吧。师父。弟子有以下几个问题，请恩师慈悲开示。第一，师父您在11月19号问答节目中，有师兄梦见孩子下车遇到警察，遇到孩子有事情要发生，师父开示说需要念108遍的礼佛大忏悔文，好好忏悔，防止业报，发生还不是主要的。那么请问师父，遇到什么情况下？除念小房子之外，我们怎样来判断是多念礼佛大忏悔文消灾免难，还是多放生呢？请师父慈悲开示。像这种他没有固定的，他没有固定的，你们很难判断的。比方说，一般的难来了跟劫来了都差不多的，有劫就会有难，所以叫劫难嘛。有业，它就会有障，有障碍，所以有业障嘛。对不对啊？你自己感觉最近很不顺利了，就是业障来了呀。业障来了嘛，要消灾啊，对不对啊？如果有劫难来了，你自己要念礼佛了，因为你肯定你过去生当中做错事情了，或者你过去种的因呀。怎么不会分啊？明白了吗？明白了，师父。反正这些经文都要多念，总没坏处。好，感谢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有些师兄碰到放生时被人责问，为什么不用放生的钱去救济穷人？有好多人穷得看不起病，挣扎在死亡线上，有好多孤寡老人吃饭都有问题，有好多小孩上不起学。你问他他肯不肯了？你叫他，你问他他肯不肯了？你说你现在去跟我这么讲，你先去救济老人呀？然后问题答案就在他这里了，他说我没钱，我救济不起。是啊，我们是在救自己啊，我们今天放生是为了救自己啊，救孩子啊，我们积德行善，对不对啊？以后有了大福报了，我们能救更多的人呢。我现在连这点放生的钱如果都拿不出来，我怎么救济更多穷人呢？你讲话不是等于空话吗？不好讲的，这不会讲啊。你说你现在叫我去救济穷人，你先救济试试看呢，你马上就有体会了。穷人千千万万的，全世界几亿人都要钱，你去救济啊，你自己都自身能量都不强，你怎么去救济别人呢？这种人唱高调，飞机上吹喇叭唱高调，不要讲了。好了。感谢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师父您开示过，只有功德可以消除80田中的业障。那么佛学问答中也开示，念礼佛大忏悔文可以增加功德。如果你的身上业障少，没有消除业障，那么念了礼佛大忏悔文就变成功德。
那么请问师傅，如果我们做错的这件事情进入了八十天中，那么我们念礼佛大忏悔文忏悔自己做错的这件事情时，是否可以同时祈求菩萨为你消除八十天中的业障呢？你问的这些问题都是傻傻的，你慢慢业障消掉嘛，你八十天中的业障也消了呀，就等于你现在拼命的吃饭，怎么样让我肚子能饱呢？你就是这种问题，听得懂了吗？你这里不停的在吃饭，你肚子当然会饱了，你这里饭都没吃，你肚子怎么会饱啊？你不停的在消业，不停在慢慢的在消掉自己的业障，你八十天中当然会干净了。这些问题要问的，好，要动脑筋啊，真的，你这些都是好像，哎呀，为了一个问题来问问题，要用自己真正生活当中碰到的问题来问，那你就是开智慧。你现在是为了问一问题才想出问题来问问题，听得懂了吗？啦？听得懂，师傅。然后有一位师兄的一个梦境，师兄梦中抱着感觉像一个印度的小婴儿，长得端正，非常好看，皮肤和印度人皮肤一样，不是很白，很可爱。那师傅坐在这位师兄的对面，站起来还抱着这个孩子，很慈祥的听着这个小孩子的脸。请师傅解梦。师傅肯定的呀，但是这个印度嘛，当时嘛是佛陀时代呀。佛陀时代嘛，你就知道了嘛。师傅跟佛有这么大的缘分呢，你都看不出来。走的现在在走着佛陀的路啊，就众生学佛呀，学佛就在走佛的路呀。那么跟印度肯定有关系的嘛，对不对呀？抱着印度的小孩们你就懂了，对不对啊？肯定是很多很多的出世啊。印度随着佛陀的降生，有很多很多的菩萨都会到印度的，当时护法到现在都是这样，明白了吗？因为现在在天上，如果一个大菩萨要到人间来救人，他阿修罗道的，包括那个声闻缘觉道的菩萨，那个阿罗汉果的菩萨，都会说来，我们跟大菩萨下去一起救人，明白吗？所以会有很多很多护法出来的。好了。感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这还有一个问题。一位师兄，特别发心，12月31号下午，那么家里来了很多的新佛友。供修时候都很乏起，每次供修呢都有新人请菩萨回家，请菩萨上回家设佛台。那么31号晚上他没上头香，因为他的腿就是2013年在马来法会做义工的时候腿就肿，第二天就是腰当爆发了吧。那么他的腿一直肿到到现在。那么他那天晚上他没有给菩萨讲啊，没有这个上头香，然后2点之后呢就做了一个梦，他睡着了，梦到有三个男人抬着这个师兄跑，这个师兄吓得挣扎着大哭，然后后来醒了，同时呢他把他对象也吓醒了，想请师傅解梦。其实三个男人他不认识的，抬着他走嘛，那就是说明有业障了，人家在叫他还债啊，把他人都弄走了，这个不好的，叫他赶紧念小房子啊。他这位师兄当时因为他的腿肿嘛，他就发了他是这样发愿的，他说是这个发愿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放生，每次最少100元，最多600元，一直到现在，他是从2011年的时候是这样的。我后来说，然后他也是经常梦到师傅的法身。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每年带着新人参加这个法会。2015年嘛，他挺发心的，2015年在家里成立了公修组，到现在每个周都组织师兄们出去发书度人。他发了单愿，就是经常出来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全部放在弘法，带大家共修学习。这个每周带师兄们出去发书，
你看看你的智慧根本不行啊，一句话翻来覆去颠来倒去，这都是老年痴呆症前期的景象。你要自己要学佛之后要有智慧，不是婆婆妈妈的，要有智慧，听得懂吗？听得懂。讲话要挑重要，叫一个一个一篇文章有宗旨，对不对？有主题思想，你到底想说什么？听得懂吗？好。你现在到底想说什么？我就是想说的这个他发的这个愿呢，因为他没有许愿这个放生的总数，都是每个月就初一十五放，每次最少100元，最高600元，就是这个许愿，这个许愿是不是不如理不如法啊？有什么不如理不如？什么愿都可以许，这问题是你做得到做不到呀？没有智慧啊，真的，你做不到，你许什么都不如理不如法；你做得到，许什么都如理如法。听得懂不啦？那么就是针对他这个腿这个病，是不是按照一般上就是说一般许愿许个总数呢？还是这样每个月这样放呢？我告诉你，没有什么话好讲的，业障来了慢慢受，受报完了就结束了，没有什么快的，不要再跑到我这里来绕来绕去，好像呀多选了一个马上明天就好了。我告诉你，就是明天好了也是他的缘分到了。听得懂了吗？听得懂。这个懂道理一定要懂的。很多人说，哎，他怎么一求就灵了？人家正好缘分到了。我不是告诉你们上次一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故事吗？人家屠刀放下，他的缘分到了，菩萨点化他，他可以成佛啊。听得懂吗？听得懂，师父。他把自己的寿命来忏悔他今生，他上辈子是佛菩萨下来，他这辈子的缘分要到了，他把自己本来应该再活20年的寿命，他说我现在马上就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想立地成佛啊，我想啊，缘分到了，我要把自己的寿来折掉他过去的业障，那么他就走掉了呀，走掉嘛，他真的成菩萨了呀，听得懂吗？但是你要知道，下来一个菩萨的寿命，这个不是一般人的寿命，你一般人的寿命，你说我折掉20年，说不定根本没有什么大功德的，尤其没有做功德的人，他菩萨的寿命，他如果说在人间我折掉20年，那不得了的了，明白了吗？明白，师父。然后师父，就有些师兄师兄们呢，有些师兄从小看到杀鸡杀鸭杀鱼都感觉他们好可怜，现在师兄们都学佛念经了，当师兄们的孩子因为一条快死的鲸鱼死了鸽子等等情况都会哭半个小时的时候，师兄们却心里很平静，他们自己不再悲伤难过，默默地求菩萨超度他们来世到善道去。他们问呢，那么他们感觉自己这样没有伤痛，会不会是自己修偏的表现呢？请师父。修什么偏了？伤心啊，难过啊，慈悲啊，大悲无泪啊，大爱无疆啊，这都不懂啊。你这个人，观世音菩萨看了我们人间这么苦，观世音菩萨心里流泪啊，不代表他一定要眼睛里流泪的。你不哭不代表你没有慈悲心啊。很多人哭得很难过，照样拿起刀再杀，有什么用啦？对不对啊？这个东西要用心的，不是用表面上的行为的。好了。好，师傅，那师傅，您白话佛法里讲，人就是要面子，把这个面子剥掉，不然心想的自我意识会控制着我们，要放下自我，没有我。那么师傅，现实生活中发现许多善良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己心里特别容易觉得对不起别人，比如哎呀，我今天说话是不是伤害别人了？我今天做的饭是不是大家不喜欢吃了？我本来应该这样做会更好，更帮助到他的，老是会出现这些让自己很内疚的心理问题。有时候觉得看他们也挺面子和虚荣是两个概念，听得懂吗？爱面子是不是太好啊？虚荣也不是太好。如果觉得内疚，那是叫谦虚，怕自己做得不好，怕得罪别人，他本身有自我精进的表现，那不是叫爱面子，所以不能把它混为一谈。什么叫爱面子啊？
啊，你有钱我比你更有钱，你长得好看我比你画得更好看，啊，这种叫死要面子，啊，没钱了就借钱来花，这叫爱面子，被人家讲了脸红了，这就叫爱面子，听得懂吗？听得懂。你如果说为众生付出，觉得会不会饭做得好啊坏啊，这些东西嘛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啊，我希望能够做得更好，我才感觉到内疚，觉得自己怕自己做得不好，这是正能量的，那不叫爱面子。现在世人为什么叫无明啊，十二因缘第一个为什么叫无明啊，就是不明白，像你们这些就叫糊涂，整天糊涂嘛，时间长了嘛就迷惑了呀，迷惑了之后嘛就看问题全部颠倒了呀，谁叫迷惑颠倒啊，听得懂了吗？听得懂师傅。好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在2016年问答节目中开示的，为孩子许愿吃素的功德，比许愿把过去自己吃素的功德给孩子会更大。你在吃素时候的功德已经用掉很多了。那么现实生活中，比如说有很多师兄，都已经吃素。比如说4-5年了吧，那么当初许愿吃素是因为各种原因，这个许的这个愿，那么吃素大约多久这个功德可以用掉呢？吃素大约多久这功德会用掉？你不停的有功德怎么会用掉啊？不是，比如说那么当时比如说他生癌症了吧，那么我许愿吃素，吃全素，那么吃全素的，比如说后来他癌症也好了，那么这个怎么去考量呢？就是说考什么？有什么好考的？还考量呢？你一直吃素就一直有功德。这还不懂啊？怎么考量啊？你一直做好事，一直有好人呐、你就是好人呐、你哪天不做好事了嘛，就不是好人了。你一直吃素，是不是好人啦？我问你吃素有功德不啦？你讲给我听啊。有功德啊。有功德吗？那么你一直吃下去有没有一直有功德啦？啊，是那么你吃素的时候你肯定许愿了，那肯定是想解决很多问题。是啊，你以为就用完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你蜡烛点亮了。这个房间，那房间亮了，亮了之后你再点一支，再点一支，你不停的在点，它就不停的在亮嘛，怎么会用完呢？功德你不停的做，功德怎么会没有啦？是啊，那这样，就是说，那么比如说，那么他这个癌症后来好了吧，他那个许愿的功德，就是比如说到已经告诉你了，不会用完的。是这个意思，我是想问，那比如说他的癌症也好了，那么2017年对吧，癌症也好了，他这个比如说到2017年他这个吃素这个功德吧，那么比如说2018年了，那么他这个癌症也好了，那么这是不是就是说他这几年吃素的功德消除了这个癌症的这个业障，然后比如说明年吃素的功德我们可不可以用来就是说再比如说给孩子啦，或者是这个用别的那个消除业障呢？你都可以求的，求得到、求不到是另外的。你吃素、吃素的功德你用掉了，用掉之后你一直在吃素，不又增长了吗？增长了你每天在求其他的事情，那你不是一直用自己的功德在求吗？只是你不说用我吃素的功德来求孩子，听得懂吗？另外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就是他们这个吃素的这个功德，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嘛，就是可不可以再用呢？还能剩多少呢？还剩多少了？存款啊，你不停的存不就好了？众善奉行了，诸恶莫作，一直可以用下去的。好了，脑子、多听听，多听听师父的录音，多动动脑筋。听得懂吗？你要提高自己的境界，你才能帮到更多的人。你是一个好老师，你才能帮到更多的学生。我讲话听得懂吗？听得懂，师傅。好了。知道。我明白。好了。师傅，问题问完了，然后再有一个关于慈悲心的感悟想分享。师傅，您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就是对于怎样提高自己的慈悲心，师傅讲，
站在第三的角度考虑问题，就是慈悲，有平等心就会有慈悲心，不生气，不恨别人，原谅别人，就会有慈悲心生出来。师父也开示过，慈悲心靠智慧而来，如果没有智慧的人是没有慈悲心的，慈悲心是人的本性，一个人没有慈悲心怎么成得了佛？多慈悲别人很容易放下自己，多帮助人家就能够解脱自己，这是菩萨很高深的一种哲理。那么师父讲过的很多禅学小故事，且会让我们更容易去理解菩萨的这种慈悲，从中也更容易去学习如何慈悲他人。比如在澳门法会上，师父讲过一串念珠的故事，佛祖曾经带过的一串念珠不见了，老祖师问七个弟子当中留下来的弟子，你为何要背着偷窃之名？就是说我们几个相互猜疑，如果有人站出来，其他人才能得到解脱。再说念珠不见了，佛还在呀。这个小故事教会我们学佛人要学会包容，替别人承担误会和伤害。虽然念珠不见了，但是佛还在。就由于我们的母亲为了把孩子养大承担所有的责任一样，这就是菩萨的境界啊。我们学佛做人，有些事情不但要还自己清白，更重要的是心中要能替众生承担苦难，能够化解别人的烦恼。你就是在为众生祈福，要为自己想，更要为别人想，那就是佛法的真谛，那就是真正的慈悲。再比如师父在猫本法会讲过的一个富翁和三个儿子的故事，三儿子有机会报仇的时候却放弃，反而帮助自己的仇人脱离危险，教导我们这是从内心散发出的真正的宽容和慈悲，不恨别人，原谅别人，慈悲心就会生出来。还有阿难画瓜的故事，阿难和迦叶都是画瓜。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你写这些东西干嘛？你现在在广播里这么讲，这是为什么？你讲给我听啊。师傅，对不起，讲啊，你说，你说我要听你的，因为你是我弟子，我听听你体会。你说收音机千千万万的人要听你讲吗？你自己要想啊。对不起。啊，你这样在，你这样在卖还是在夸？你自己要学啊，你自己要学会啊，要懂得人家的感悟的。你说人家比你学的差，还比你学的好，人家不想。你说你讲这么多干嘛？师父都讲过东西，你在不停的重复，人家要听你是吧？哦，错了，师父。啊，你这叫夸夸卖，你学得好，你学得好，把师父的东西再重复一遍。我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做事情做人都要有一个目的，目的要清楚，理念要清楚，对不对啊？你现在在这里不停的念师父讲过的东西，你是为了救人吗？还是为了夸耀自己学得好啊，懂得这些理念呢、啊你什么都要懂啊。你们这些孩子啊，真的，你要在公修会上这么讲讲，对那些刚刚学的人，人家会感恩你。那广播里边很多的人全部跟着师父学了五六年了，你说你讲这些东西，人家要听你讲吗？话嘛话嘛又讲不清楚，思维嘛又不清楚，还就嘎嘎嘎嘎嘎嘎讲，人家听你，人家不要听我讲，听你讲。现在广播里应该听师父讲的，现在你来讲，你说说看你有没有智商，会不会出现问题啊？错了，智商。心经念的太少。但是师父，因为你是师父的孩子，师父不会怪你的。我觉得你很可爱，因为什么？那你觉得你学的东西，你不停的在反复的使用啊，过程当中啊，说明你都没忘记，我都可以接受。你要想想广播前这么成千上万的人，人家要听你讲不啦？你讲给我听啊。啊，错了，师傅。啊。啊。错了，改了。改了，就挂电话了。啊，好，好，师傅。好了，祝大家，祝你们，你跟大家问好，祝大家新年愉快，好吧？替师傅向他们问好。好不好？好，嗯，啊，师傅，好了，再见，再见，啊，再见，嗯，再见，啊。这个脑子啊，这个智慧啊，哎呀，欢迎啊，你好，师傅，嗯，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嗯，嗯，嗯。我帮同学问几个问题。讲吧。
第一个问题是，同修梦到东南西北西方拼凑成一朵大莲花，是白色的，这代表什么呀，师傅？白色莲花们都是好事情呀。哦，那跟他修行有关吗？当然有关系了，跟他的莲花。他能看到莲花，那么说明他的修行有好啊，有为啊。啊，就说明他莲花也挺好的，是吗？啊，有作为啊，莲花有作为啊，嗯。哦，好好，感恩师傅。第二个问题是，同修凌晨梦见自己和一个同修的身份证交给另一个人，结果他们两张身份证在其办公桌上找不到了，他兜里翻遍了，也只看到社保卡，也没有身份证，是不是代表他们两个的莲花都没有了呀？两个人呢、啊、都找不到、那你应该说至少说不算莲花的话，至少很多功德都没了。那是他们最近是有不如理不如法吗？对呀、啊、肯定的。好，感恩师傅。还有一个是，同修梦到自己的手机在一个山坡上响了，其中有几个人在那里，有一个妇女带着一个婴儿，婴儿就不停地往山坡下面滚。因为同修知道手机响是提醒同修让他提醒那个女人看好自己的孩子，孩子不停往下滚，女的不停地往下跑去追那个孩子。当时同修心情特别紧张，心想惨了，还是追不到，宝宝不会有事吧？同修就朝着天空祈祷，祈求观世音菩萨妈妈保佑婴儿没事。同修隐隐约约好像看到了金色的菩萨形状，就朝山坡上走了。请师父解梦。隐隐约看见什么？菩萨走掉了是吧？就看到了金色的菩萨形状。那也说明菩萨给他加持的。好，感恩师父。还有一个同修梦见了去参观蛇，每一次的蛇都不一样。每参观一次蛇就比之前参观的大一次，越来越大。大概参观了两次，最后一次梦到蛇很长很长，特别长。工作人员说这次这个蛇要排便了，看着蛇把身上绕成好多个圈绕着，准备要排便。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他自己属不属蛇啊？不属蛇。他不属蛇的话，说明他跟那个有一个人的冤结要化掉了。因为蛇跟一个属蛇的本来两个人闹得很厉害的。他属马，那就是本蛇就是代表他的业障啊，就是麻烦了，说明他跟那个过去有麻烦的人会慢慢的把业障化掉的。那还要念解结咒是吗？对对。是跟一个属蛇的吗？不一定。好，知道了，感恩师傅。那个同修梦到跟他的妈妈在一起，他妈妈说同修的印堂发黑，然后旁边有个人说跟同修说你要念礼佛。在这之前，同修的妈妈出过一次大事，就在一个项目中点错了一个小数点，损失了2000万。同修在观音堂替妈妈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的妈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这个梦是不是代表同修帮他妈妈背业了？背了，肯定背了。那同修要不要念礼佛啊，师父？要的，一定要的。那念礼佛怎么祈求呢？念礼佛祈求，自己求自己妈妈呀，再求自己嘛就好了。是帮他自己念是吗？对。好，感恩师傅。有一个师兄梦到他跟另一位师兄进入到一个房间，梦里的感觉很像法会师傅的临时休息室。进去以后看到师傅和他的两个保镖，师傅就招呼他俩进去，然后师傅拿了一包茶叶想要泡茶，做梦的同修在师傅旁边就说，师傅我帮你泡吧。师傅就把茶叶给了这位同修，同修给师傅泡好茶，旁边的护法都在赞叹说你俩得到了师傅的加持，然后师傅就走了。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大悲咒18遍，背对着两位师兄往外走，边走边说大悲咒18遍。
梦里同修的意念是师父慈悲他俩，特别给他俩的方法，他们只要念十八遍大悲咒就可以接到师父的气场，请师父慈悲开示。嗯，你叫他试试看不就好了吗？哦，那他就每天就是说，如果比方说想、想见到师父法身的话，念十八遍，专门念的，不是功课里的。啊，要祈求吗？不知道，你这种东西在广播里讲，大家都这么弄，我魂都不见了。对不起，师父。嗯。啊，好，好，感恩师父。忙不过来了。嗯、感恩师父，师父辛苦了。嗯，师傅，那得那个静脉曲张的人是不是也是因为有业障啊？静脉曲张的人有两种，肉体病嘛、就是站的时间久了，嗯，啊，血压高也会、嗯、然后站的时间久，工作经常站着，他的他的血管支撑不了他的血液的流量，他血管慢慢就会支、就会支出来，就会凸现出来，所以很多人的皮肤外面就看到一根粗粗的细血管，实际上它的流量特别的重，所以你去看很多模特就是的、都有静脉曲张。哦，他站在台上时间长啊，他不停的走啊、不停的练啊，对不对啊？是，对。血管爆裂啊、因为人压力大的时候，血脉也会暴胀。所以他的血管壁承受不了他的血流量、然后呢他就会血管往外突出嘛，就是明白了吗？明白。那他平时就像我们平时也经常坐着，你坐着就好一点，坐着好一点，平时呢这手啊就是、所以最好坐着的时候两个脚呢能够翘起来，搭起来，哎，有时候就不要让脚老这么晃的时间长。我问你，你坐飞机坐的时间长了，你两个脚不就是血流不上来了吗？就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呀。然后呢、你要从临界来上来讲呢，这因为你血管壁特别薄、血管壁特别薄的话、就是不好意思了，很多就是说先天性的发育不良，那么发育不良就跟你的前世修为有关系。你修得不好，你就会投胎投了有些家庭不是太好的，会让你承受很大压力的家庭。虽然有的家庭条件不错，但是你就会投胎有的很压力的，家里条件好，但是生出来你就会有压力，明白了吗？嗯，明白。那就血液不通的人很容易得这个病。对啊。那可不可以针对这个许愿念礼佛啊？可以啊。然后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个同修就是早晨坐着闭着念心经的时候，看到一个佛台观世音菩萨站的位置没有菩萨像，却横放着一只半开的粉红色的鲜花，不知是莲花还是玫瑰花。师父是不是因为同修的家里那个佛台菩萨不来了？开着不啦？莲花开不啦？开着的。开着。开了，半开的。为什么说不来了？是半开的，师傅。半开嘛就半开了，半开嘛菩萨也来的呀。好，感恩师傅。就师傅以前说过，零点出生的人是有能量的，阴阳交替的时候，这种人就是可以来也可以不来，要么属阴要么属阳，非仙即鬼，不是一般的正常人。那他可以到人间来也可以不到人间来，就这种人是什么原因到人间来的呢？他可以来可以不来，也就是说他可以成为人间、到人间来，比方说他来到人间来消耗自己的过去的业障、他也可以在地府或者在仙道、在地府道、他也可以消掉他自己的业障。那么他愿意三道里面到底在哪一道消道呢？消掉自己的业障呢？那就他自己的选择了。如果他上辈子跟人间的关系缘分特别深，他这辈子可能就会投人。他如果上辈子的话，他不是人类，比方说他是一个大象，
啊。嗯。你看大象在泰国都被视为那种神像，对不对啊？嗯。他可能就对人间没有什么特殊感情，他情愿在下面自己成为仙道，哦、也可以啊、嗯，明白了吗？啊、哦，明白了，师傅。嗯。啊，感恩师傅。嗯，还有一个是同修念经的时候，如果闭着眼睛，有时会感到眼前有紫色的光，有时候是强烈的白光，忽近忽远。就是同修看到白话佛法里讲，菩萨是用光照耀我们，给我们灵感，帮助我们明心见性的。那念经的时候，这种光是书上说的帮我们开悟的光吗？是啊，凡是看到光都是好事情。哦，好好，感恩师傅。嗯嗯，那同修睡觉前闭着眼睛，迷糊中看到自己身体内有一片浅紫色的粉光，感觉很舒服。嗯，师傅，这是什么情况啊？好像菩萨给你能量加持啊，这叫能量加持。嗯。哦，好。嗯。好，感恩师傅。那。其他问题没有了，感恩师傅，师傅保重，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再见，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再见再见。嗯，喂，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稍等师傅，嗯。请讲。嗯，有几个问题，师傅开始讲。A 同修梦里梦见 B 同修告知，我重新说一下，师傅。A 同修梦里梦见 B 同修告知，并告知 B 同修可以梦里救人了。同一天晚上 ，B 同修梦见白衣菩萨对他说。要恭请菩萨，然后菩萨给了 B 同修一张浴巾，并说此浴巾是用来沐浴的，请师父解梦。叫他自己洗洗干净，再可以去救人。梦中菩萨告诉他可以救人的意思，就是叫他到人间去救人，不是在梦中救人，明白了吗？啊，是这样是吧？好，嗯，谢谢师父。嗯，有一师兄梦见一条龙对他说，等他800年了。随后这条龙从嘴里拿出一颗白色的珠子给这位师兄，接着这条龙就飞上天了，请师父解梦。啊，这个是有点意思的，很多童话剧都是这样啊，等你800年，对不对啊？然后呢给他一个珠宝，实际上就是跟他说800年的缘分呢，给了他这个珠宝就把这个情还掉了，可能就是过去他们两个人曾经有一段很深很深的情啊，或者帮助了他上天了，或者怎么样，那么他上了天做了这个瑞兽，他一直要报答他，等到他终于找，实际上800年不是等，是找到了他800年，找到他的元神了，知道他现在在人间，可以到梦中来帮助他，给了他这个珠宝之后，这个人我可以告诉你，基本上属于啊有车祸都不会死的人。好了，平时白色的珠是什么呢？珠本身就是个宝贝啊，珠就是一个闪亮的东西，能够化解恶缘啊，增加善缘的东西啊。嗯，好，谢谢师傅开始。同修车祸骨折之后一个月左右，梦见他的前夫卖猪肉，也有牛肉，而且还很多。梦中心里清楚，同修跟他已经离婚了。同修叫他帮忙搬一下东西，他不帮忙，梦就醒了，请师父解梦。他到现在还在帮他先生备业呢。哦，是这个意思吗？这还不懂啊？嗯，确实开始。同修梦到一个男的一直追同修，要同修嫁给他，要和同修做夫妻之事，同修不跟他做就跑，没跑多远有一个女的来救同修，带着同修飞了很远，把同修带到他家，没多久又被同修认识的人看见了，心里想这里不安全了，那人会告诉这个男的，他一定会来找我，我得走了，心里想自己没带钱怎么回去呢，
然后就重修的那个女的说给5000元过渡费，重修想还不够，另外几个女的都说每个人都拿一点给重修。后来追重修的那个男人真的追来了，重修躲起来了，他没有找到重修，躲不了的，躲不了的。这个追他的男同修就是一个灵啊，就是个灵啊。啊，这个意识当中，这个男的身上的意识跟他上辈子的缘分，所以他这辈子就是同修的话，也是来还债的，他一定会追到他的。叫这个女的，叫这个女的换地方，否则的话，他在公修会终有一天被他追上的。嗯。啊，好，谢谢师傅开示。同修梦到自己还信用卡，还了1000元，然后看到自己的信用卡额度提升好多位数，他从个十百千这么数，数到亿位的时候，前面还有好多位数，他想额度这么高，怎么用都用不完，然后返回去不管他，又看到额度变少了几位，但是一打开看呢，还是很多位，请师傅解梦了。很简单了，功德无量啊，功德无量啊。啊，做的善事已经给他积累了很多的信用了，也就是说他的功德已经足够他这辈子啊能够消灾解难，根本不要担心会有什么大灾难了。说这个同学啊，白天撞倒了一位阿姨，阿姨脑袋上撞了个小包，其他部位没有大伤，阿姨神志清楚，说话清楚，然后自己着急上班就先走了，他当时没有留下来陪阿姨去医院看看，觉得这样做不好。这个跟前面那个梦有关系吗？有关系。他虽然可以消掉很多的灾劫，但是他又在造不同的灾劫的这个因，造这个因，所以最好叫他求菩萨保佑那个阿姨能够平安无事，这才叫好人。如果一个人你不认识他，你都在背他帮他背后在求，你说帮他求的人是不是好人呢？你想想，你们都在为自己的父母求啊，孩子啊，是不是在为全世界不认识的人在求，求他们平安，让他们能够得离苦得乐。所以什么叫境界，现在明白了吗？是。好了，你现在把人家撞倒了，你现在心里难过了，但是你以为没了你也得求，求了你自己心里平安呢，这还不懂啊？有位师兄想开美甲美睫店，现在找到的店铺是地下室负一层，请问师傅在地下室可以开店吗？气场好吗？气场嘛肯定不好，但是美甲美容呢只能开在地下。哦，听得懂吗？因为甲手指甲的脚趾甲的都是这种都是不上台面的东西啊。哦，对不对啊？那很好，你看看，对呀、啊，这下面嘛就下面了，这没办法了。你只要不要做坏事嘛就好了。你谁美甲把自己的脚趾甲美好了之后，脚趾甲伸出来给人看，你看我的脚趾甲多美啊！手指甲就算美的话，你都拿不出手的。哎呦，上面点的嘞，有时候到银行里去办事的时候，看见那些营业员那个手指甲上点的嘞，那头皮都发麻了。对不对啊？师傅，请问师傅，如果可以的话，在地下室开店的时候可以念经念功课？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但是一定要后面要放一尊那个菩萨像的，否则没菩萨像做那个引导的话，这个下面这个能量场根本出不来的。哦，听得懂吗？我举个简单例子啦，你一个人化妆过分。你说恶心不恶心？菩萨看了恶心不恶心？你现在没感觉，我举个例子，你马上就感觉了。如果一个猴子手指甲上都是擦的花花绿绿的，眼睛擦着眼影粉，然后呢再给他贴着眼睛，你说你能看了，你觉得这猴子怪不怪啊？你说菩萨看见我们人画的这个样，手指甲上都点的嘞，头发弄得黄一块紫一块的，当你看见个猴子是这个样子，你说你笑不笑他？好了，我这么一讲你就懂了吗？所以很多人还看见台长还在这左一块头发染的嘞那个样子，
你 natural 点多好啊，你那就猴子嘛，就是个猴子啊。你不要把猴子画得来这个奇形怪状的，你说说看，就像很多女士很难看嘛，就难看了，没关系的，非要把自己画得来以为自己很好看，那更难看，听不懂啊？是是是，哎，是是是是是，请问师傅，如果给两个孩子之间念几节咒，谁的名字在前，谁的名字在后，有什么说法？当然有说法了，比如说，比如说，当然第一个说的效果就好啊。哦，这还不懂啊？哦，当然了，哦，这还不懂啊？你比方说，你刚刚出来的，我现在问你，刚刚蒸出来的包子，你是吃第一笼好还第二笼好啊？第二笼面粉都硬了，你怎么吃啊？师傅一说我就明白了。师傅曾经开示过，如果另一半去世，最好能搬家换地方。那么年纪大的老人，师傅也说不宜动地方。对于这样的老人，如何做更好？请师傅开示。没听懂。如果说这就是老人嘛，老夫妻俩，一个走了，一个没走了，这个情况，这是搬家好还是说不搬家好？当然搬家了，什么情况下都得搬家，因为新的地方一搬，那个过去那个走掉的老人家，他就不会到新的地方去了。哦，还是搬家。他因为找不着他就不去了。嗯，你要是老的地方，他会很熟门熟路的，他就会过来，因为他的魂魄在一生当中做梦，不知道进进出出这个地方多少次了，都熟悉了，一早就找回家了。你要换个地方找不着啊，而且你不会触景生情啊，换个地方老人家不会太多忧伤啊，觉得他是一个人在生活啊。那个时候他只要在老地方，他就想到我们当时两个人一起生活。这叫触景生情啊，听不懂啊？那要是如果是亡人在世的时候被同学的东西都手表首饰之类的，亡人过世以后如何处理好呢？这个呢，讲老实话呢，最好嘛不要带了。还是不要带了，是吧？啊，能处理就你能处理就出来，过去他活着的时候给你的东西，对不对啊？那你死了之后嘛，他就是变亡人的东西啊，变鬼的东西了。但是如果这个如果你确诊这个人是上天了，或者这个人是菩萨了，那当然你带的就没问题了。这个是佛陀留下来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抢着要啊，对不对啊？不一样的，那鬼的东西谁要啊？你人的东西来还要，我们人跟人的关系，他一变鬼了，人一走掉变鬼了嘛，好了，你这东西不能要了，扔掉了。师傅博客里解答说，白醋那种酸的味道会影响气场，那酵素可以用吗？酵素也是有些酸味的。酵素啊？酵素为什么？就我都不大懂啊，酵素是什么意思啊？在房间里啊？酵素，发酵。对呀，酵素啊，对呀，就像人家说酵素一样的。对，就有些同学经常拿这个酵素洗脸、喷脸、洗餐具，这个应该没有太大关系吧？我觉得没太大关系，因为它跟醋的味道完全差得太远了吧？酵素的话，因为不会太厉害吧？是。喷嘛就喷喷了，现在好像到处都什么酵素弄得脸上和脚上都是，那慢慢去笑吧。师傅之前开始过，如果自己369的时候可以去献血或者类似出点血来化解命里的血光之灾。现在快过年了，对于年纪大一点的同修，他们可不可以在过年这段时间让自己出点血去化解灾劫呢？可以啊，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啊。他自己去验个血啦，这都没关系的。如果可以的话，是在年前好还是年后？年前年后啊，像这种嘛，最好年前呀。都年前是吧？啊，破血光之灾都在。before 就是在之前的。谢谢师傅开始。
师傅在22号录音里解答了了然，了，请问了尘和了缘有什么不一样吗？请师傅开始。没听懂，什么疑呀、啊？什么什么叫了了尘和了缘？啊，尘尘两字，了尘和了缘。没听懂啊？什么？就是了尘缘。啊，了缘，就把这个缘了了掉。了尘，了这两个有什么？了成了缘是不是啦？了成了缘，一个是还债呀、啊，哎、一个是随缘呐、啊。哦。了成嘛，就是你已经是有这个恶缘了，或者善缘了，有这个缘分了呀。那个是随缘，那是碰到星夜的时候，明白吗？嗯。嗯。尘缘是激发我们的，那么我们在修行中怎么去分辨自己是尘多引起的障碍，还是缘多引起的障碍？首先你如果想了缘的话，你就要随缘，如果缘分来了，不管善缘恶缘，你都不能去造新业，不能去成就他新的缘分，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今天有一个女孩子看上你了，她是来了缘的，那你呢占人家便宜了，你又造新业了，你过去的成缘没有了掉，你又造了新的缘了，听得懂吗？那么可不可以跟观众的对了针对性的，你就对他笑笑啊，他对你再怎么好，你对他笑笑，买点东西送给他，然后不要理他，好了，就只能这样啊。你会觉得很难过、嗯、很伤心，很悲痛，很可怜。但是你要记住，你造了业之后，你就会很伤心，很悲痛，很可怜，很难过。听得懂吗？是，听得懂。感情东西不能玩，玩了之后就玩完。师傅，我想问你，就是咱们是最新开始是这升降式的油灯，也得用灭灯器灭灯，不能用升降式的方法灭油灯是吧？是吧？不能用什么升降器啊？用什么升降的那个方式，就是把油灯其实用那个旋转完了拿下来。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能就是说不能把那个灯芯啊往下转灭掉，这个非常不好。嗯，是。那我今天试了一下，用灭灯器灭的话，我那个灯芯周围都是金属的那个莲花状的那个东西，灭灯器照不住的，灭不了。完了，今天早晨我用硬的纸壳照在灯罩上了，这样灭的灯，这样是不是不如理不如法？就是要拿一个把它，主要是把它的空气灭掉，然后它灯就灭掉了。不要去用那个转上来转上去，对菩萨非常不尊敬的。好，拿东西盖住也可以是吧？就是要盖住呀，就是要盖住，不让它不能没有氧气了，它就关掉了呀。是是是是是，听不懂啊？开始，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嗯，今天没有问题了，谢谢师傅。啊，这告诉你啊，这些东西让它自然生自然长，对不对啊？啊，是 是, 是。好，好好修心吧，啊。嗯，好，谢谢师傅。再见再见。见。嗯。所以师父跟你们讲呢，很多人呢一辈子真不懂啊，你很多事情说，哎呀，你现在活着是做人，你说，哎呀，很多地府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啊，没看过，等你到了就知道了。你知道很多动物还没投胎之前，哎呀，我人间没去过啊，我多想到人间去啊。好了，投人了，你已经投了人了，你在人间你所受的苦啊快乐啊，你现在都体会了吧。那么你要还没投胎之前，你说我从来没到人道去过，我多想看看人道怎么样啊。你不要说你投人了，你就是没有做人之前，你都会怎么，你都会觉得哎呀非常稀奇啊，就是现在做了人了，很多东西哎呦我没看见过，哎呀怎么可以这样的，很多怪怪的事情，其实就是个过程，就是个理解，你没看到不一定代表没有啊。什么事情都要非要自己碰到了你才相信，那你这个人就叫愚痴，没有碰到你也要相信，人家告诉你了你就要相信，人家告诉你天上有菩萨你就要相信了。
所以就告诉大家，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要听别人说，啊，找到一个师父，找到一个老师，能够告诉你一些事情，他就是你的老师，啊，只要告诉你是正能量的，他就是一个正能量的老师，啊，如果告诉你负能量的，那不就老不是老师，啊，他就给你把你带坏，啊。所以你自己要学会分析啊，在这个世界上什么叫好的，什么叫不好啊，你自己在80天中，在70天中啊，阿摩罗斯里面都要有一个衡量人间是和非的一个标准。当然你说你修得好了是非都没有，但是你在初期阶段你必须有个是非标准，害人的事情不能做，哪怕对自己有利也不能做，对不对啊？帮助别人的事情就可以做，哪怕对自己没利，只要能够帮到别人你就必须去做。所以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是智慧啊，智慧啊，智慧能断烦恼啊，啊，那么智慧有两种啊，一种是啊人间的智慧，还有一种是破无明的智慧。什么叫破无明啊？自己什么都不懂，你能够拥有智慧，能够懂了，那你就叫波者。喂，喂，师傅好。你好。嗯，那个师傅先帮忙一个新同学解决一下问题，就是就是她老公之前是对她有一些，就是一直都有家暴，然后前段时间就是她那个老公打她，然后把她那个生产的那一块的伤口就踢肿了，然后那个医生就建议她报案，然后她就报案了，然后现在那个警察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但是那个男方的家里面呢，就是男方的爸爸是80多岁吧，然后就是求他撤诉，然后那个女同学呢，就是也是。心软就想撤诉，但是现在警方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就不让他撤诉，然后决定就是1月底再一次开庭。然后那个男方的话呢也是不修心，然后就是吃喝嫖赌什么事情都做，然后他还不承认他打这个女同修，就是但是也是强迫他让他那个撤诉。但现在这段时间呢，就是警方不让那个男方接近女方，就现在这女同学不知道该就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就是我现在是让她先念经，然后好好求求菩萨给她一些灵感。在国外是吧？是不是在国外、啊？对对，她在墨尔本。啊，那还要讲啊？这种事情嘛，你自己如果连这种都不懂，什么叫慈悲，什么叫不慈悲？对什么样的人可以慈悲，对什么样的人不能慈悲，对对对，这个都不懂啊。嗯，你只能解决，你只能只他如果不想起诉他们，就是说他能够让他先生改变，如果他改变不了他先生、那你说叫我怎么办，我怎么讲。对，把他的下体都踢成这样了，开什么玩笑啊。啊，吃喝嫖赌的男人你能解救他吗？对，你是唯一的解释，还债还没还够。过去对对对，过去有一个人们就是这样的呀，啊，也是这样的呀，一直原谅，终于有一天，这个男的后来把他打死了呀。是我也是，我就跟他说，就是他还好，他是。刚接触他就是以前看我发朋友圈嘛，然后他就那天就问我，然后他一定这个女人也不是什么等闲善良之辈，一定有很多问题的过去。对，他以前也是做错一些事情。物以类聚，群物，这个人以群分的嘛，很简单的、你肯定贪这个男的什么东西了嘛，这种能够吃喝嫖赌的人钱肯定有一点的呀。对对，那男的是开那个按摩院的。好了，这还不懂啊。行，那我就让他自己先好好念经。开摩院你不开玩笑吗？你不是开摩院，是开玩笑啊，听得懂吗？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傅，我前两天就是求菩萨，让菩萨帮我改一下名字，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梦里面那个梦说
有一个店改名叫玉如尘，就是玉是那个玉石的玉，然后尘是诚实的尘，然后我是属老虎的，我就想我能不能改名叫我姓江，叫江玉尘。然后我从网上查了一下，就评分还行这个名字。嗯，你呢，把师父刚刚对那个女孩子的这个开示啊，最好不要告诉她，就是你劝劝她算了，因为这种、嗯、因为这种都是不是太善良的东西，不好的。师父不要参与人家这种事情太多，而且她是我不想帮人家背这种业。嗯，你就叫她多念念经吧，好吧。嗯嗯，好了，不要去、嗯、哎呀我师父讲的你就替我，你这不是害师父吗？这种事情，嗯，我知道，知道。这种事情没什么，而且他本身还没修心学佛，所以你们替他问了、嗯，你们就会帮他背，明白吗？嗯。好了。嗯。嗯。接下来讲你的啦。嗯、哦。不好意思，就是那个长江的江，玉石的玉，辰石的辰。第一，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是不给人家看图腾的。听得懂吗、嗯、你现在叫我现在就是看一下的话，我也只能大概的，嗯，看看这个是看看你这个读音啊，对你啊有没有，我也不能给你看阴阳五行啊，这个不行的，相生相克啊、嗯、这些东西都不一样的。这个网上查一下，他叫江什么，你叫江什么，江，长江的江，玉石的鱼，玉石的玉，辰石的辰，江玉成啊，嗯，属老虎。嗯，你这个名字呢，从字面上来讲呢，玉石的玉呢，啊，江玉成可以是可以，就是读音上稍微有一点小问题。什么事情快要成功了，就是没成功；玉成就是很快要成功了。嗯，江玉成。因为我原来的名字是个玄字，然后不太好。那更好不好了。嗯。江玄。对。对。嗯，对不对啊？嗯。嗯，你首先叫江玄义算了，玄义中枢。啊。江发。嗯，这个江就是快要的意思，这也有点小麻烦。嗯。你这个江玉成应该还可以的，可以。对，因为我是求菩萨，然后就做了一个梦，然后说那个梦里面有了店要改名字叫玉如尘。嗯，可以啊，玉如尘是没问题的呀、嗯、但是江玉成嘛，就是很快就要成功了。嗯，你就是一生就会什么东西都是很快要成功了。嗯，好啦，很快就要成功吧。嗯，行，嗯，没有问题了，谢谢师傅。啊，再见，再见，师傅再见。嗯。喂，你好。喂，你好，师傅。你好。啊，师傅，请稍等一下，我把电话给师兄打你的时候。嗯。师傅你好、啊。你好。师傅你好。嗯。弟子给你请安了。啊。师傅。请你帮弟子解一个梦。啊，我呢是前几天做了一个梦呢，我手上抱了个小孩，然后呢我的左手边一个女人也抱了个小孩，然后这个女人呢拿起那个小孩就往地下一扔，一扔呢我就转过去了，我就去看那个小孩，我想抱的，但是那个女人绑在我前面不给我抱，然后她就很凶的，我想问她了，然后我就一下子醒了，是吧？嗯，啊、嗯，很简单了。但是我手上也抱个小孩、嗯，他也抱个小孩。很简单了，麻烦了，就是说你超度的一个孩子，虽然超度，但是又下去了。投不了人呢。这个女的抱着孩子一摔的话，打胎了。就是本来你、哦、本来你超度了这个孩子，已经人家怀孕了，最后被人家打胎了。嗯，哦，好了。哦，那我要念多少小房子了，师傅？你就是重新要把这个孩子念，嗯。那我手上还抱了一个。你这个还没有念掉，两个至少。那我两个一共要念多少次才行？68章。
68张。嗯。感恩师傅，感恩师傅，知道了，啊、感恩师傅、啊。师傅，你等一下啊。嗯。喂，师傅，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啊。嗯，师傅您好。嗯。心想向师傅分享一个事情，帮同修。那同修在梦恩法会的时候，就是曾经发言，曾经发言过，就是当时他妈妈就是肺部一开始查是有个阴影，医生说很不好，后来就是通过他念经放生，就再查就变成了结节。然后他发言的时候，他就有跟菩萨许愿，就说如果他把这个能够利益到更多的人，后来再复查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前一阵再复查就是成了慢性炎症了，什么都没有了。医生就觉得很神奇，觉得怎么会就一点点，最后就是一开始考虑是恶性的，后来就是结节，然后最后就是成了慢性炎症。嗯。同修很开心，真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他一路就是就是许愿啊、念经啊、放生啊，就不停做法布施。灵验的事情天天不断，博客上天天都有，多得不得了。所以啊，大家要相信啊，观世音菩萨真实不虚啊，明白了吗？对对对。嗯。对对啊，师傅，对他们想不想听您的声音，我把那个电尊重成免提，那个还有那个就想请师傅再解几个梦，一个是同修他梦到他抱着我们共修组一个同修的�孩子，是个小男孩，大概2岁，这个孩子当时是有点智障，而且他梦中还觉得这个孩子跟他的外婆有冤结，冤结很深，但现实生活中这个同修没有男孩，只有一个10几岁的女孩，想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首先这个女孩子有没有智障了？没有，正常的。很正常啊，要当心啊。要特别当心啊、可能那个本来就应该生这个小男孩的。哦。啊，换成女孩子了，而且以后这女孩子会有智障的。啊，这孩子现在10几岁了，那梦里的小孩才2岁。啊。啊10几岁18岁都突然之间智障啊。哦。你以为啊你们没有智障啊。我们有，我最大的智障。啊、对了，懂吗就知道了。谢谢师父，什么问题都搞不清楚，傻的嘞，就像刚刚前面一个人一样，对不对啊？被老公打成这样，你们问问的，对不对啊？哎呦，真的啊！啊，打的嘞，真的，哎呀，警察要起诉，什么什么，他，哎呀，这种事情不要去谈了，就是说这个就叫智障了，没办法，对，是这样。那个师傅，那这个做梦的同学想问，那梦里面那个就是现实中的那个同修和这个做梦的两个人都分别要怎么念经啊？分别啊，分别多念点心经，消灾吉祥神咒，哦，解结咒，哦，大悲咒，增加自己的能量，哦，其实这些经文真的太好了，就这点够了。哦，后来就是做梦的那个同修，后来他又接着做梦的时候又碰到师傅，师傅说让他自己也可以少念点哈，少念点。看见了吗？师傅的法身厉害了，明白吗？做法身。太厉害了。我们都很想师傅的法身。哈哈哈哈哈。师傅还想请您解一个梦，就是前两天那个有一个同修设佛台，然后当。然后我就有梦到他，我就梦到他拜师了，而且我看到他的那个弟子证了。现实生活中他还没有拜师，但是梦中的话，他的那个弟子证不仅是就有弟子证，而且他是4级，说得很清楚，他是 level 4的弟子。然后说一共师父是5级弟子，一共是有5个级别，他是 level 4。而且我看到他在拜师，就是他拜师的时候他的那个拜殿呢，还有他在前面那果盘什么的，就是他在设佛台当天我梦到的，而且在设佛台的时候他有看到师父的那个法身在他们家山水画上。啊，对啊。那是不是说明他就已经是那个 有莲花了呀？能够看见他能够看见师父的法身嘛，都很厉害了，说明他身上很干净。你记住了，一个望远镜如果很干净，你才能看得远呢。如果这个望远镜都是模糊的，你怎么看得远呢？你能够看到师父法身，说明你心里很干净啊。
对对对，他是修得很好的。啊。对，他那个，然后梦里还有另外一个同修是五级弟子。你，我问你，一级最好还是五级最好、啊？五级最好，梦里的感觉是五级最好。五级最好是吧？对、哦、对。五级最好。然后还说一下，只是还分级了，我怎么都不知道这个事儿。五级，台风啊，台风五级。嗯，是他就是应该已经是师傅的弟子了啊，虽然还没有办，就是条件的，肯定的啦，肯定的啦，因为已经能够看到师傅法身的话，肯定是弟子了。嗯。哦，对对对对，师傅，那个师傅，那个我就问这两个梦吧，然后那个同修还想问一个，就是他现实中的事情，谢谢师傅。嗯。喂，师傅您好。啊，继续给您请安。谢谢。我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就是我经常两三点钟的时候就醒、嗯，然后后来的时候，就是前几天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就感觉睡着，也是两三点钟的时候，就感觉有两三个魂魄从我身里就是过了一下，然后又出去了、哎、这样子。哎呦。然后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呦。向师傅慈悲解。这很简单啦。傻姑娘，你要当心啊、嗯！第一，你自己的魂魄不全，人家的魂魄才能进来。哦、你这两天肯定想了很多事情，听得懂吗？啊、对，我脑子是挺不干净，就是想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啊，乱七八糟的事情一多，那么其他的灵性就可以从你身上过了，明白了吗？哦，明白了。那我需要多念点心经对吧？大悲咒。大悲咒哦，行，增加自己的能量。晚上睡觉之前不许乱想。哦哦、好的，好的。啊、嗯。嗯，行，我现在就睡觉之前会念七遍大悲咒，够吗？这样子。可以。嗯、还最好嘛、哦，最好嘛，以后听听师父的白话佛法。哎、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以后睡觉的时候就放着，睡觉之前。嗯。很多人放着嘛，就睡美梦了。嗯，但是最好呢，最好就是放那种五分钟、十分钟这种，就这种白话佛法，不要放平时这种嘛，因为有的时候声音轻响啊，影响睡眠不好。嗯，行，好的，好的，好吧。感恩师傅，那个刚刚那位同学他还有一个问题，对不起啊，师傅，刚刚那梦没有问清楚，就是那个抱着那个智障孩子的那个。这个抱着孩子做梦这个同修，他本身也之前也梦到过抱着其他的孩子，他是不是有流产的孩子也要超度啊？就是我叫他刚刚超度呀，没听到、哦、说他两个呀，64章呀。啊、哦哦，他就是做梦的这个，他抱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孩子。他不管的，就是、他的抱着就是他的孩子。哦，那跟他那个梦里面那个我们现实中那个同修有女儿的那跟他没关系啊？没关系，嗯。哦，那是他自己要超度。对。听到了，听到了，好。好。没了，那再见了。啊、好，那行，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感谢师傅，感谢师傅。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保重身体，师傅保重身体，再 再见师傅。喂，你好。嗯。你好吗？你好，师傅。师傅，我问你个问题啊。今天梦到师傅，我打通师傅电话，师傅给一个同学的妈妈看了图腾，然后师傅说他妈妈前面有两个生肖压着他，一个是龙，还有一个是什么忘记了，还说是这个同学的妈妈在新加坡法会。上次参加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文殊菩萨身坐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显示的却是现实中显示一个农村的寺庙的拐弯角，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啊？原来呀、啊，原来文殊菩萨身坐的地方呀，这还不懂啊？他去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告诉他，现在就是破荒废了嘛、嗯，过去是文殊菩萨曾经身坐的地方，身坐听得懂不啦？身坐啊。哦，就是有法师身坐啊，对啦、啊，讲法啦，嗯，曾经讲过法啦，就是这样，嗯。哦，那是不是那个地方还掉出来一块金色的令牌，说对他的妈妈非常大的加持，还会消掉什么？不记得了，好像还说，同修这个妈妈要去参加一次水陆法会，这个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他妈妈上次可能到新加坡去的时候碰到这个地方，他妈妈也是非常虔诚的，虽然是个小庙乡下的，他妈妈也是拜佛了，明白吗？哦，烧香拜佛了，所以有点功德，给他一点能量，好了。所以说参加什么法会，什么法会嘛，实际上很多法会嘛都有功德的呀。嗯，水陆法会嘛也有功德啊，你要参加弘扬佛法的法会，那么功德更大，就是这样。好了。嗯，是的，感恩师傅。然后师傅梦里还说让他让我们不要给妈妈找聪明人看，否则会不好。师傅，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找聪明人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是，等到了妈妈哪天身体不好的时候，他家里有人就会帮他去找聪明人了。啊，家里可能会有，听不懂啊，听不懂啊，嗯，我知道，嗯，好，然后龙吗？我就听你两个字啊，龙吗？前面全部都没听到，重新讲，重新讲，说心没有了，说心没有了。哇咿呀咿，喂，好，听到了。好了，重新来，重新讲。就是问一下，请问什么是龙脉？就是这个地方有龙脉，是下面有龙吗？龙脉就是我们说有曾经有龙的地方，比方说啊，长城就是一条龙，对不对啊？啊，对。对不对啊？对。那么头是的，龙头龙尾当中身体就叫龙脉，听不懂啊？哦，是我的智障儿啊。风水上肯定是好的。我的智障儿啊。那么佛法角度怎么解释啊？你说什么？风水是，那么佛法角度是这个龙脉啊？哈哈哈哈哈哈。你不能踩到龙脉的，不能踩啊！哦，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对不对啊？有些地方有龙脉的地方，你造一个铁塔啦，造一个什么东西啦，你就踩到龙脉了，你倒霉啊，官司不断的。好了。哦，那是龙天护法的布吗？不是这个龙，天龙有地龙，听不懂啊？天龙地龙，哦，好的好的，咱师傅慈悲开始。师傅，我问一下，就是跪拜菩萨时右膝先着地，请问师傅这有是不是双膝一起跪？都可以，双膝一起跪也可以，一般比较正规呢。你这个左腿呢，先弯曲，然后又让自己的右膝先跪下来，然后左腿、左膝盖再跪下来，这样嘛比较慢。你跑到菩萨这里，扑通跪下来，青天大老爷啊，冤枉啊！听得懂吗？听得懂。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让孩子们多去敬老院，让他们多布施行善，给爷爷奶奶多布施点东西，这个行善也是有功德的吧？有功德不能常去啊，气场不好啊。你救人家你也要当心自己的呀。你比方说你去救灾区的话，你口罩防护设备都要带好，否则会伤到你自己的呀。这个还不懂啊？明白了。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旋转式油灯不能以旋转灯芯下来的方式把油灯灭掉，这样是赶走菩萨，对菩萨不尊重，必须要用灭灯器灭油灯。请问师傅用陶瓷的小碟子带上油灯上面，有氧气自然灭火，可以？最好也是最好的。师傅都是这样的，一个很小的碟子盖在那个灯罩上，一盖它一会儿就灭掉了。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我问一下，放生要一点点放，效果好，不要一下子都放上。请问师傅，如果是助缘，这个我们的那个书籍啊，是每个月注印一些好呢，还是一下子多注印一些好啊？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随缘吧，不要攀缘吧、哦、明白了吗？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我看一下，师傅问一下那个，如果夫妻两个天天吵架，关系很不好，他们又是做生意的，肯定是运程不好的，是吧？运程下降。那当然了，和气生财啊，你告诉他。哦，对，和气生财。对不对啊？是的，是的。然后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同修梦到他妈妈送给他一双鞋，满合脚的，但是自身高鞋很高，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妈妈送给他什么？送他一双鞋很高，但是是增高鞋，很合适，这个什么意思啊？啊，这个没有什么，这个的反而是妈妈给他加持了，给他布施了、哦，就是他妈妈给他的这个功德了，嗯。哦，好的，感恩师傅。师傅，同修梦见同修在病床上要接受安乐死，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啊？病床上接受安乐死啊？啊，梦到同修他，那就是他在病床，那就是他的那个正常的岁数已经到了，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阳寿到了。哦，阳寿到了。啊，赶快放生啊，赶快放生。赶快放生。嗯，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还有几个问题，就是现在教育问题，孩子的学业压力特别大。那么，作为父母，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以及学佛的要求比例如何分配的？孩子的学业一定要很优秀，很优秀吗？不一定的。考得上就可以了。记住一句话、一个人一切随缘，对不对啊？他考出来他最自然的分数，那么就是他真实的分数。拼命的考试之前温习，其实讲老实话也是一种逼迫感。讲老实话，考完试什么都忘记了。同样是毕业，除非你要考研究生了，考博士生了，对不对啊？对，是的，是的。好的，感受慈悲财，因为现在小孩子好可怜，都补课，拼命补课，周末上课，拼命上课。对呀、啊，可怜的不得了。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呀、啊？嗯。那师傅过去两三个考试，两三个礼拜之前，稍微温一温，总是考得很好，成绩很好啊，成绩很好，你呀、你要记住了，你要记住了，这个人呢、要自然的东西出来，那是非常自然的接受，不自然的东西总是比较勉强，明白吗？很多孩子真的很可怜，智商不够啊，脑子里脑容量又不够，拼命的压压挤压，你说这个不消化的、不消化，你不是把孩子弄得来撑着肠胃很难过吗？对不对呀、对的。然后师傅，如何让这些孩子们，六到十二岁的孩子们，能做到心里本心里面更谦卑、更尊老爱幼啊？师傅，你小时候是怎么培养的？从很简单了，更尊慈悲啊，尊老爱幼啊，就觉得啊，从小要听奶奶、外公、外婆啊，听自己爸爸妈妈话，就是说爸爸妈妈一粒米啊，一口水啊，都是来之不易啊，要跟他们经常讲啊，孝顺呐、能够得到天应啊，不孝顺呐、天打五雷轰啊，这种东西从小在孩子心灵当中就铸造成一个这个孝顺的一个钢铁长城，他以后大起来不会不孝顺的，明白了吗？明白了。好的，感恩师傅。就最后一个问题，师同修说以前许了个愿，要设计3000张佛言佛语的图，现在因为做佛言佛语比较少，其他弘法设计，比如一些玄学问答、弘法的宣传页啊，更多一些，是否能算在这3000张佛言佛里面？能不能？能做，尽自己的力量做。好吧，我觉得他又应该3000张，他这样做出来佛言佛语，全世界这么弘法，其实这个效果好的不得了。对，我告诉你，一句句会沁入人心肺的，对吧？沁人心肺的，你要讲了一大堆，人家不要听的，有什么用啊？对，你看师父有时候一句话、两句话就把人家点到为止了。是的，你看你们讲问了一大堆，有时候你们问了一大堆话，我只要说，就像刚才那个人一样的，对不对呀？
他说哎呀放生的钱不能去救济穷人吗？不能怎么样，不能，他问了一大堆，我就讲了一句话，你叫他自己拿钱去救济穷人，他肯不肯？他连放生都不肯，他怎么肯拿钱出去救济穷人呢？讲什么，他讲这么太平话。好了、嗯、明白了吗？嗯，明白了。刚刚说是朋友发了个东西，他说他做梦做到这个虫子做这个黑虫子的他妈妈也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和他女儿在家里的小佛堂里看见观世音菩萨在讲话，但是听不到说什么。同学的妈妈叫了三声佛母妈妈，菩萨的头往菩萨的左边肩膀一倒，看上去有点受伤的样子，这是什么意思啊？这还不懂啊？嗯，这还不懂啊？菩萨为他背业了。哦，他上次跟他说一下子瘫下来了。对呀、啊。撞了一把。你想想看呐、啊。对不对呀、啊、他自己修得不好，菩萨跟他这种关系，对不对呀、啊嗯、最后怎么会不倒啊？真的、嗯、像师父也是的呀，真的被人家下面很多人弄，就是因为替你们背业啊，你们自己的业障啊。哎，嗯，是的，感恩师父。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其他没有什么问题了。嗯，感恩关心你的，感恩师傅，好，师傅再见。再见再见。喂，你好。喂，稍等，师傅。你好。师傅，您听得见？听得见。嗯。喂。听得见，请讲。感恩师傅，请师傅开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同修，嗯。同修他身上有一个灵性，晚上这个灵性会那个就是触摸同修，然后引起他的一些生理的欲望，有时候还会就是跟他做男女之事。他想请问师父，虽然说灵性在身上原则上是他是欠这个灵性的，那么灵性在人身上做这种事情来讨债，是地府地律和阎王老爷同意的吗？很简单了，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吗？嗯，有一个女的啊，在人间的时候骗人家男人，花了人家男人很多钱、嗯、不用真心对人家、嗯、对不对啊？然后呢还出去跟其他男人发生关系、嗯、最后这个人两个人经过百年之后都死了，死了之后、嗯、啊再投胎，投了一个还是个女人，让她受报，对不对啊？然后这个人呢、嗯嗯、还没投胎，这个人就可以到他身上来做这种事情，来讨还他过去曾经伤害过他的感情问题。听得懂吗？哦，听得懂。师傅，那现在好像就是这种事情，就是现在人间很多这种事情，不忠啊、出轨啊，对啊，或者同时交很多男女朋友这种的、啊、那他们以后都会这样吧？全会都这样。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啊，而且越来越快，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看感情上出问题的人现在离婚快不快？快，现在离婚率特别高。好了，几乎全世界都要达到1%了。你想想看了、嗯、这还了得啊？这不是叫报应啊、嗯、这是第一个。你说离婚谁愿意啊？感情上受到伤害吧、嗯、对不对？对 对,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嗯，每个人都在做这种下流的事情，所以你看现在人活在像不像畜生道啊？对，你看受的惩罚像不像畜生啊？哦，现在还不懂啊？对不对啊？嗯，你看看看、嗯、衣服越穿越少不像个畜生啊？动物是不穿衣服的，对不对啊？对，苦越受越大，你看啊，妇科痛苦吧，啊，男性的那种生殖器的病，对对对，痛苦吧，嗯，这个前列腺癌越来越多，子宫癌越来越多，子宫肌瘤，这不是一种报应啊、嗯、还有呢，艾滋病呢，判死刑，乱伦，你想想看，这不是、嗯、这不是活在地狱里一样啊？嗯，对的，是。好了，这个不懂啊，你以为啊，嗯、哦呦，开心呢。
行畜生事都肮脏啊，你马路上看见两个狗在一起做这种事情你会怎么想？菩萨看见我们人跟人做这种事情菩萨会怎么想？你告诉我吧。对，觉得很恶心。哎，好啦，而且你还看见一个母狗还要化妆，还要挂帘子，挂项链，手上还脚前爪还要弄两个这个叫玉镯，然后跟那个熊狗两个人爪子你来我去，然后再两个狗再抱在一起，你在边上不要笑死的。你说的菩萨看见我们济公菩萨怎么不要笑人呐？是的，你说菩萨会看见人这样做，菩萨只有苦笑啊。你看见狗的话，两个人这么做，你会跑过去，来来来，母狗跟我来，或者公狗跟我来不啦？你会不啦？对。讲都不要去讲了，肮脏的了，臭要死的，能想出这种话的人，想到这种东西，这个人已经是畜生了，我就告诉你。明白了吗？明白了，师傅。好了。师傅，那想请问一下，那个现在，因为大多数的人他不认为这个是有什么问题，因为现在主流媒体啊，或者是各方面的资讯都是往这方面在引导他们。就是说，是一种把人往一种原始的本性，这种什么本性？动物的兽性，因为人是高级动物，他还有一个动物在里边呢，吧？人道只有修成了才脱离人道，你在人道里面人本身有兽性的，有动物一点本性的，听不懂啊？听不懂。那这些宣传就是往这方面去引导人类，这个是什么因果啊？师傅，这个是这个为什么会这样？这种人下地狱啊，这种人就是为了自己的欲望，为了自己能够达到让别人都受害，就像为什么很多人自己吸毒还要吸引人家来吸毒，听得懂吗？害人。你说害人的人多不多啦？这还要讲啊？多的。明白了吗？明白了。你想想看，一个男人他想做坏事，他想勾引这个女人，他就让他看黄色电影，看黄色录像，看完之后他就可以跟他做这种事情，你说他不是在害女人啊？是的。不畜生。是的。现在听得懂了不啦？听得懂。好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那师傅，那就比如说这个同学吧，他有没有什么方法，就怎么样去求菩萨可以让他通过其他方式来还债啊？因为他每天，我不说每天，他经常感觉就像被强暴了一样，都非常痛苦。对呀、啊，就是强暴啊，非常痛苦的。你想想看，你不要说这种事情了，你就人家逼着你吃饭，你都会很难过的。你不想吃，你硬要吃，你说你难过不啦？何况做这种事情呢？想一想不就知道了？这就是还情债啊！谁叫你欠人家的？你不停的念经、修心、许愿，而且要忏悔，慢慢慢慢，他就来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才能解脱的，是这个概念的。明白了吗？明白，就是他现在的念经啊、放生、许愿，全部针对这件事情是集中的。对了，已经在改了，已经会一次比一次少的，这已经在改变了。好的。不可能一下子马上就没了，你说可能不啦？对对对，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开始。师傅，第二个问题是，同修他因为他经常放生，他几乎每天放生，现在他在一个小公园，然后他梦见他在一个船上，有一位女士就问他，就说你的愿望是什么？同修指着大海说，我希望能放很多很多鱼，就像这个海一样。他现在在一个小公园里放，他想问一下是不是提醒他你的地方不太好啊？也没说，反正他的愿望很大，我觉得这孩子挺好的。他能够在梦中能够说我以后的愿望是像放海一样大，就说明他现在从小放到大，小的河也是一种心意，说明他有愿望有愿力，这孩子以后不得了的，是很发心的。对啊，那你做不到，但是你很想。就是师父不是上次曾经说过个故事吗？ 对不对啊？人家一个教堂在祈雨，一个牧师，大家都去这个农村里好几个月不下雨了，只有一个小女孩带着把伞在那里，
就是说信，他很相信啊，他相信今天这个牧师给我们祈福之后一定会下雨的，他大概带把伞过来，这还不懂啊、这就是说心诚则灵啊、明白了吗？对对对，明白明白、明白，感恩师父开始。再请问师父的问题，就是在化解冤结的过程中为什么会感觉到痛苦，这个是冤结产生的痛苦，还是在化解它的过程中必须要承受的？两个都有，你讲了一点不错。哦，全部都有。那就是正常的过程。完全正常，在治疗自己身体不好的过程当中，你说治疗当中痛苦不啦？嗯，痛苦的。那你今天身体不好，你在治疗当中你会痛苦不啦？你一边在治疗一边痛苦不啦？当然了。痛苦的，好了，痛苦，嗯，对，最近就像师父最近白话佛法里跟我们广播讲座里面一直讲的那个人生八苦嘛，说您说到那个五阴之胜苦，就是分析的特别好，就是那种很多人就是这种感觉，说都说不出来，难受，但是又像把火烧一样的，特别难受。对呀、烧了，烧呗，把自己烧死啊。嗯。所以人家说了，一个人呢，真的要化解的，明白了吗？想办法化解。想办法不要去想那些事情，不要老躺在床上，一有这种不好的邪淫的念头的话，马上不要多睡觉。嗯，听懂吗？明白。好了。明白。嗯。好，感恩师傅。师傅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经常说根基，就是说这个人根基好或者根基差，这个根基是在我们的第几意识里啊？根基的话，你这个，我告诉你，你这个问题倒是问的真的很好。首先你要了解根基，上辈子的冤结，对不对啊？上辈子造的因和根，在你第几意识啊？你讲给我听，第八意识，对不对啊？嗯，对。好了，阿赖意识里边呀，你现在进入你的阿赖意识，你才会带到下一辈子来啊。你这个根基不就在你的阿赖意识当中吗？想到蛮会想的小丫头。没有，因为想到，因为有些人就学根基是很多是学佛的那种根基嘛，我本来想是不是在阿莫罗时，可是一想也不太对，因为根基有多有少，有好有坏。对啊，所以肯定应该不是在阿莫罗时。肯定的，因为你比方说你这辈子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你就算下辈子在这个灵魂再投胎了，那你在那个阿赖耶识里边当中已经有你的上辈子的烙印了，就是上辈子的根基在这里了呀、听不懂啊？第八识啊，第七识摩那识，它是分别意识啊，听不懂啊？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现实生活当中所反映的东西，所产生的啊，对这个事物的判断力，那么就是摩那识，明白了吗？嗯嗯，明白。师傅，那根本质在第几意识？根本质。根本质，你说呢？你讲给我听啊。根本质，我觉得应该是在第九意识，就是佛性那一块。哎呀，我共黑雷，我共黑雷。师傅，可是我又有个疑问了、就比如说您有根本质，但我没有根本质，这个谁说你没根本质的？不增不减的吗？谁说你没根本质的？你的佛性根本质，你的大智大慧，你的无上正等正觉，你的佛性就是在你的第九意识当中，哪个人没有啊？佛陀早就讲了，众生皆具佛性啊，佛听得懂吗？是佛的性啊，本性啊，佛已经看到了你们的第九意识了呀，每个人都有第九意识的呀，明白了不啦？我还以为只有师傅这种修为就是菩萨再来才会有根本质，就是每个人都有根本质的。当然了，他有佛性就有根本质，只是他的根本质后来是根本不用了，根本没有了，已经找不到了，根本没有了，所以他根本质就丢失了，听得懂吗？他长久不用，他遗失了。就像你们在家里一样东西，好久好久，几十年都不用，找都找不到了，明白吗？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今天就问到这里，感恩师傅，您身体保重。好。师傅，等一下，师傅，那个有个同修想请您加持一下，他想办一个签证去见见师傅，师傅请您加持，他能够尽快办出来，好吗？好像是一个老妈妈嘛，感恩师傅。好了好了。